Hi everybody！大家好，今天非常荣幸来到这里呢，并且真的看到这么多人热情与会，呵呵觉得非常的高兴，所以再次谢谢大家的莅临。那我们今天是要跟大家报告在法国的第一谈策略。首先，我我会跟大家报告。 在法国，我们为什么要采取这样子的策略？那当然，目前有一个气候变迁，我们是一个紧急的状况，这是一个全球共同面临的挑战。那因为全球的温度快速的上升，未来二十年预计会上升一点五度，摄氏一点五度。 所以，我们也希望可以把我们的呃气体排放呢，因为未来温室气体会快速的增加，我们也希望有所控制。那讲到温室气体，我想主要是二氧化碳，那也有包括像甲烷 （CH4），还有像是这个一氧化氮等等，就是这些都会在我的报告当中呢做到探讨。 那因为二氧化碳占温室气体百分之七十五，所以我还是主要以二氧化碳来做讨论。我们很快的就把碳排降了下来。那这也是呃，我们在全法国执行这个呃近零减排的策略。那为了要延续我们的承诺。 包括说法国，还有我们许多欧洲国家所做的减排、零碳，像二零一五年我们那时候，呃，像是我们二零三零年设定的目标，也希望可以完成。那在法国，我们规划的路径图，那也主要有三个目标。第一个是要。 减少百分之四十，这是二零三零年减少，就是以一九九零年为基准减少百分之四十的碳排。那再来，希望可以在二零五年达成碳中和。那同时也要减少我们法国人民的碳足迹。所以什么意思呢？碳中和，它是一个碳排放，它是一个。 碳排放以及碳吸收的平衡，所以也就是说，你排出的碳就是在二零五零年前，那它会以同样的量，我们去捕捉或者说是吸收这些碳，它们要达成平衡，就是称之为中和。所以我们必须要大幅的，就是我们必须要小心的减少我们的排放。讲到碳足迹的话，则是我们法国人民所。 消耗的能源，或者说是在交通方面，像是我们进出口一些产品跟服务的时候留下的碳足迹，也要去减少。好，那么我们怎么样去组织动员起来呢？这些策略首先。 我们在二零一五年的时候呢，就通过了法律，这是与我们的能源转型以及绿能成长相关的法令，在二零一五年通过，所以在法国呢，我们基本上就是以此为我们的法律标准，为我们的未来的呃减碳之路铺路，所以我们也设定了减碳的目标，那这个我稍后也会有再详细的说明。 那我们全国的低碳政策，我们也有完整的政策指标，包括我们要执行，像是在各个产业、那各个生产活动呢，我们都有相应的措施，有进行政策配套。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很重要的是气气候变迁。 带来的影响之巨大，那不只是人口，还有政策以及全国的层级都令人警觉，所以我们做了大规模、广泛的咨询探讨，寻求利害相关者的建议，包括企业、呃 NGO、工会，那还有呃各地的专家先进，那当然还有公众的意见。 那在治理方面，我们的策略之执行，那其实我们也有在生态方面，请专业的组织提供建议。那并且呢，这个呃政策的纲要指导是在我们总理下面直接来管理，所以我们的内政部呢，它的政策，因为它是由总统级内政。 呃，内政部长直接管理，所以他其实可以确保多年来就是长期的政策是一致，方向一致。我们也有独立的专家来提供气候变迁方面的建议。那最后，我们全国的政策呢？政策的呃，全国的策略也在每五年呢会有固定的检讨以及调整，确保我们理解我们。 知道自己正在往哪个方向进行，那以及就是最新的，就是让政策能够与时并进。如果各位看法国的能源产出，可以看到五十年前三分之二的能源，法国生产的能源呢都是以碳，呃，以煤。 就是可能是以，就是可以看到黑色的部分非常的多，那我们逐渐的也把它转向为黄色的，这个是核能。那现在在法国境内，我们有七成的能源是以核能的方式产生。那现在我们有百分有五十六个核能电厂。 那这是从一九七零到九零年，就是我们很快的，就是扩建了五十六个电核能电厂。那现在呢，我们大概还有，如果跟五十年前相比，那那时候有很多像是新能源的话，之前是呃，可能是。 水以及火力为主，但是现在呢，我们则是有其他的新能源，包括像是风能、太阳能。所以，我们整体的在法国的能源生产，则是啊一千四百七 w h 那在我们法国使用的能源、消耗的能源呢？可以看到这张图，则是。 二五五零 TWH，所以刚刚讲了，我们全法国可以生产的是一千四 TWH，那但是我们消耗二五五零，那也就是说百分之四十五必须都是靠进口能源来满足我们法国的需求。那包括像是蓝色的这是石油，然后呢灰色的则是天然气。那各位也可以看到，法国我们。 能源的消耗，其实在二零零五年就已经就是达到了高峰。那那时候是两千五 TWh。那我们持续的就是鼓励民众，也在全国我们降低个人的电力消耗。那那目前也有包括像现在。 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这个对于大家居家的时间以及用电的方式也稍有不同，但那是暂时的。那目前法国的情况是怎么样呢？各位可以看到左边，目前我们黄色的部分，这个是核能发电，百分之四十；那油是百分之二十，石油；那天然气百分之十五。 那还有这个再生能源，则是十二点多。那另外，生殖能源，那还有水利，也都有相当的占比。那在右边这个圆饼图，各位可以看到，交通运输，这是深蓝色，则是代表三成的全国碳排放量。所以这是首屈一指，就是碳排放最多的一个区块。那再来是。 百分之十九则是我们的农业，那其他也有像是啊民生的我们的饮食以及烹饪，那工业呢则是百分之十七，这是目前我们法国的情况，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往哪里走呢？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 投影片看起有点复杂，嗯，我们就从碳排放，现在的碳排碳排放就是现在状况是红字的部分，所以全部的这个碳排放大概是四亿四千两百万二氧化碳当量，所以我们希望可以到二零三零年是减少百分之二十八，然后呢？ 在二零五零年呢，我们可以减少三百八十万吨的这个二氧化碳碳当量，这是一年度的消耗。所以可以看到，主要是交通还有建筑业，他们排放的最多。所以我们也希望在二零五零呢，尽可能去做到更完整的减排。也可以看到我们目前呃其他产业的表现，像农业呢。 目前我们也是有相当的要求。那因为呃农业这个部分比较特别，它跟这个需它需求的能源比较特殊，跟其他的产业稍有不同，我也会回来再解说。所以这是目前法国的情况，这、就是我们预计二零五零呢，我们应该达成，希望可以达成，就是。 有八千万二氧化碳，八千吨二氧化碳当量。那这里面的排放主要是会变成来自农业以及工业。那我们的二氧化碳中立目标，也就是二零五零呢，到时候应该是要平衡，等于说一进一出。 那你排放一顿，那就是要吸收一顿。那要达成碳中立，我们必须要补偿所有这些依然还存在的碳排放。那还有像是呃天然生态里面像是森林，那或者说是呃人为的一些装置，不管是用这个天然的像树林或者说是绿树来捕捉碳，或者是人为的装置，我们都必须要努力。 要达成这个零碳目标呢，我们的策略则是要有碳预算，也就是说，我们的排放上限不能够超过。 那比如说未来，呃，以五年为一个单位，那直到二零三三年，我们都设定一定的预算上限。所以各位可以看到这个图表上，我们的四连续的这个四个碳预算，那其实就是很清楚的列出这一段期间呢，我们的上限从二零一五一直到二零三三。那各位可以看到，在红色的部分这边红字呢，就是画面中间呐、啊，这个红字。 这是我们第一个碳预算，这是二零一八年，因为那时候碳碳排放只有增加百分之一，比我们预计的百分之二还低，所以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这个那时候呢，能源的价格是低的，所以大家就更愿意使用能源，那再来是。 有一些核能发电厂，呃，核能发电厂呢，那时候因为在岁修，所以在那时呢，二零一八年的时候呢，就是核电没有办法供应的如以往多，所以那时候呢，我们可以达成我们的预算。那再来，我们就设定了一个新的机器，那也有新的目标。这张投影片当中说明的是。 现在未来三次的碳预算当中的这个碳的分配的比例跟来源，各位看到，当然在左侧的话，未来会有越来越、呃，激烈跟越来越激进的这个降低的目标。我们也希望越来越多的产业也能够改改善跟变化。粉红色的地方则是运输产业。 每个颜色各币各代表的是不同的产业，都希望能够去降低碳排放。在右手边的表格当中，各位看到的是我们希望各种不同的温室气体在未来的三次碳预算当中，比例上也能够逐渐的降低。 那现在看到甲烷的话，主要是因为农业活动的关系而产出。我们希望在未来可以逐渐的减少。我们也需要透过改善农业实践跟农业作为的方式来减少甲烷的产出。那未来要如何能够达到碳中立呢？首先，我们必须要。 在二零五零年的时候，让能源能源的生产完全的去碳化。换言之，我们要仰仰赖生质能，包括比如说农业废弃物生产生质能等等。我们也需要仰赖环境的热能，比如说地热等等。 我们也希望去使用无碳的电力，包括了风力、太阳能等等。另外一方面，在产业各个面向都必须要降低，呃，能源用量，希望在二零五零年可以至少降低百分之四十。换言之，也必须要提升能源效能，还有提升我们自给自足的能力。 除此之外，也要大幅的降低非能源产业的排碳的情况，包括了工业制成，还有农业等等。最后一点，则是希望要提升碳汇的能力，包括增加森林的面积，也希望二零五零年可以去运大量的运用 CCSUS 的技术，包括碳捕捉跟碳储存的技术。 从现在的碳足迹的情况呢，法国平均每人是一个人六吨的碳足迹。我们当然一部分，如果再加上了我们所进口的各项产品的话，我们在法国每人的碳足迹现在是十一点二吨。 我们也希望到二零五零年的时候，人均的碳足迹可以降到两吨左右。那当然的话，这涉及到如何去减少产品跟服务的使用量，也需要能够去减少各种，比如说国际运输上面的碳足迹。那在简报最后。 我想跟各位分享几下我们在法国目前策略还有政策至今的一些经验谈。第一第一项经验是有数量众多的核电厂，当然能够让能源转型相对顺利许多。以法国而言， 因为核能的关系，让我们的呃再生能源的转型稍微的落后，也减缓了速度。那第二项是很多的重要行动不能够再延迟了，必须要立即采取行动。我们希望在二零三零年之前的时候，碳足迹还有碳排放可以减低百分之四十，也希望。 能够延长呃现有核电厂服役的时间，希望能够减低碳排放。当然，最重要的是，我们也希望要让更多的人都能够加入其中。那第三项呢，则是提到在减碳的时候，并不只是要减少使用量。 同时，也必须要改变行为，不论是企业或者是个人，除了要减低减低排放碳排放，也要减少消费，也希望能够去提高自给自足的能力，去改变现在消费的习惯。当然，这也是非常困难的事情，也需要很多人的努力。最后一项经验谈则是。 我们要如何说服各方立刻采取行动，而且不能够再依照以往的行为继续做事？我们需要透过各种的教学方法、各种资讯、法规、诱因，还有各项的制裁，来促进大家立即采取行动。那目前我们还在第一阶段当中。 我们已经逐渐感受到气候变迁造成的冲击跟影响，所以必须要提供非常足够的资讯，因为这些足够资讯也需要很多的科学实证，还有各种的教学的方式来传达给一般大众。但是这些的。 资讯都是非常必要的，因为透过这些资讯，才能够让大众了解这些策略的重要性。谢谢。